今年63岁靓 Sam 王张伟文，近年受腰患、糖尿病、脚痛问题困扰。旧年11月喺街头被网民发现暴瘦，外表令唔少人大呼心酸。今日有报道指，张伟文今日下昼喺所住嘅护老院楼下跌倒，被白车送往广华医院医治。佢接受传媒访问嗰阵就好精神咁解释，今日自己过马路嗰阵因为轮椅行得唔顺，所以连人带轮椅打个关斗跌咗落地下，随即自行打999求助，问到有冇吓亲，佢无奈咁讲话。吓亲都冇办法，而且今日影到佢身形发福唔少，未似之前咁暴瘦，并喺朋友陪同之下离开医院。